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好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今日咧系小麦第一次嘅喺 YouTube 嗰度做直播咧，咁啊，所以搞到一头烟啊。因为我自己咧喺屋企就试过嘅，我自己屋企试过开私人咁样试咧系冇问题嘅，但系我发觉原来咧公开嘅时候咧系好有问题嘅。咁所以咧，咁所以咧就搞到迟咗半个钟头先至开下，唔好意思啊。Hello， 谢谢你赞美哦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唱歌哈，你们想听什么歌呢？系啊 ，YouTube 个名都叫小米啊，小米 Mila 就系我啦。你都如何回忆我？大街小巷是很沉默，这些年来有没有人不寂寞？后来我总算学会，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夜幕下有一个人伴我与钢琴合作，淡淡地说起那年跟他有过小风波，极度自我的眼神又跌进记忆里面，原来离别他以后今宵你自会这般地挂我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，过去每晚里都将我淡忘，究竟一生中眼泪为谁埋藏，怎么总要我绝望，谁又令我心里泪难过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，过去每晚里都将我淡忘，究竟一生中眼泪为谁埋藏，怎么总要我绝望，谁又令我心里如此伤过。可唔可以唱啲开心啲嘅歌啊？可以啊，你哋点开心啲嘅歌啊？命运就算恐吓着你，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最后一次一齐啦吧！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吓着你，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我下次试下，净系搵一日，搵一日直播，净系斋 YouTube 直播试一试，好嘛？因为以我知道就唔关事啊，因为我而家系用紧。唔係 WiFi 啊，我係用緊嗰條線直入啊，所以咧就比較冇理由會卡噶。咁我覺得係因為用桌面版咧網絡版，所以先至會咁卡嘅啫。咁到將來啦，可能好久之後嘅將來咧，我個即係點擊嗰個訂閱率咧，去到1000嘅話咧，咁我可以用電話去做直播，咁就會好好多。因為電話咧，佢係用電話個 app 去做直播嘅。咁如果用電話個 app 去做直播嘅話咧，咁就會冇咗呢一個
呢一个咁卡嘅情况啦。啊，咁啊，等我一阵啦，我好热啊，我出晒汗，我已经开晒冷气噶啦，但系都好热啊。今日太阳太劲啦，你哋有冇开冷气？我直起啦，伴着共飞向西，伴着又飞向东，每次白云你是清风，携手到天际找那热情梦，同哥哥去找月亮，同哥哥去找太阳，从西边飞向东，人间多爱中，同哥哥去找月亮，同哥哥去找太阳，从西边飞向东，人间多爱中。唔使客气，多谢，多谢你过嚟睇小米嘅直播啊，多谢你吓 ，thank you。呢首张白云，张清。送给你 ，Thank you。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，让这天空将你我相连，怀念你。走了云的天空还任性，告诉我相信下一次的相遇，就算最后一无所有，也无所畏惧。谢谢子墨哥，谢谢。相信你，就如当初一起懵懂这十年，幸福走了，崎岖感慨那当初。相信你，哪怕坚强是假装出勇敢的面具，也不能伤我的精彩的游戏。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，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，让这天空将你我相连，怀念你。走了远的天空还任性，是否太相信再无法而又一相信，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。就算最后一无所有，我都所谓的。Thank you， 谢谢秋哥的 PayPal 支持你吗？其实我现在讲点我同呢度讲嘢系用广东话吓。其实因为咧唔系我唔识用嗰个 Super Chat 同埋 PayPal， 系因为咧。YouTube 呢度咧，暫時嚟講，因為我仲未夠訂閱率啊，因為佢要求個訂閱率咧要夠1000，咁所以咧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個嘅付費嘅支持啊。咁就多謝你先，多謝你有心 ，thank you。暫時咧就我哋開心聽歌先啊。因為喺 YouTube 咧，暫時就做唔到呢樣嘢住。等我个 YouTube 呢成长咗先，因为我 YouTube 而家仲系一个 BB 仔啊，先得嗰百零个人咁样，咁所以就我会努力啲去搞个 YouTube 噶啦啊，我会你好似 BB 二，真系我好似 BB， 咁我要讲一个 BB 话哦。谷小姐话唔好意思，可否唱雨泪抱拥，继续努力。点解谷小姐会听雨泪抱拥嘅？唔似会听雨泪抱拥，有进步空间，唔使紧张。我想听心水，好啊！我一阵间下一首唱俾阿谷小姐听下。想到旧事，一般令人流泪。
梦如人生，快乐永记取，悲苦深刻藏骨髓。笑和去，四季暗中追随，逝去了的都已逝去。常言明月过天边，每当变幻时，便知时光去。谢什么歌？谢你这么多的告白气球，谢谢你。Hello， 你好啊 ，Ricky。好白痴啊！哎呀，太白痴啦！算啦，那个 pass 去咗边啊？点解唔见？ Can you feel it? Can you feel it?没了，赌神出场啊！系啊，赌神出场。有梦想的人，拒绝不可能。自己渐长年纪，遗憾更多，方知这道理。人根本无胜利，无需要对比。愿望牢记，内若要收起，无需怜悯。流里边遭浮云，无关遥云，无关遥远，需要当初的天真。你是一种人。送给大家呢一首《自由梦想的人》，就是我们有梦想的话，就不要拒绝，不要去放弃哈。那所以就大家从。要记得我们的梦想是什么，就好像小米一样，从来没有忘记过小米的梦想是什么。还有没有忘记过所有，那就是说什么普通话是什么说梦梦初心。全为我分娩亦停留，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，而我谁说永不会长寿，陪着你一生到白头，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，陪着你走。一生一世也不分，天天编出理想足印，过千山过千海，如果走这世界边端，我乐意是无力前行，跟我一起飞去。陪着你走，一生一世也不分，天天编出两双足印，过千山过千海，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，我俩已是无力前行，跟我一起飞去。
的手，像温柔野兽，我们一次就这样向前走。我们小手拉大手，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。啦啦啦啦啦，像北方的风，吹在南方暖洋洋的哦。啦啦啦啦啦，像北方的风，吹在南方暖洋洋的哀愁。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今天加油，向昨日挥挥手。我们小手拉大手，并肩为我加油，舍不得挥挥手。谢谢你们今天来到小米的直播间，谢谢，多谢你们今天来到小米的 YouTube channel， thank you。咁啊，大家如果未 subscribe 嘅咧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因为咧，我哋下次直播嘅时候咧，大家都可以即刻收到通知。subscribe 咗，记住喺隔篱点个钟仔。咁啊，小米咧有啲咩片啦，或者有啲咩直播咧，都可以即时去睇得到嘅吓。好啦，咁啊，我们这里快手的朋友，我们就这样啦。因为呢，大家如果还没有。就是关注小米的话呢，就立刻的关注小米咯。那然后呢，我们就要按一个星号哈，记得按那星号。那有一个星星的号，那你按下去的话，就你还没有关注的话，就是一个 T。那 T 完之后，你要关注一下一个特别关注，就是有一个星星的。那每一次小米上影片啦，或者是直播的时候，就会第一时间看到啦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多谢你们，多谢坐在 YouTube 的朋友，也都啊，也还有谢谢我们快手的朋友。那我们下次直播的时间是星期四的晚上，星期四的晚上。OK， 萌萌台，好，多谢你们，多谢。好啦 ，YouTube 的朋友，好啦，我哋而家要，好啦，我哋而家要，拜拜啦，下次见啦，真系好唔舍得。